妈，我也想跟你说呀，我呢和盛业出去转转。好好好，盛业，哎，一定要玩的开心。好嘞好嘞，杨三儿。他在哪儿去你要跟着啊，我陪着他、啊、好了拜拜，走了，一定要玩开心点啊。好嘞，感觉好难呀，这你行吗？我 Hello 你好你好，之前有感受过吗？没有，没有，第一次是不是？对，我们来来来来来来，欢迎你！现在我们可以拆上我们的设备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左边45度向前走，尝试小跑步的感觉，脚尖落地，3、2、1，好，加油，加油！我觉得他的脚太干燥了，天气的原因，对不对？对，脚太干燥。来，你给我吐点吐沫。好，脚踩住了啊。你的脚不能，你的脚要着地呀、啊！哎，没事，左腿站立，往上踩，踩下去，拉起来，再来一次，往下踩。为什么像一只鸭子？脸。蹲，立，回，好不好？3、2、1，走，蹲左脚，立右脚，回。OK， 脚太滑了，知道？这天气太干燥了啊！蹲，跳，不动。左脚起跳，不行。不是你下来的时候要先脚落地。我是干性的皮肤，我的脚穿上运动鞋也不臭，你们那个穿上运动鞋就咸鱼了。走，扔，零。你的重心不应该在脚啊。没事吧？你受伤了？啊不，我没受伤，就是杠了一下了。对，我恢复一下。你没有散架。好的，这是我们两个人啊。第一个动作 ，running up， 3、2、1，走 ，running up and back， running up and back， running 翘出来，拍双腿。啊、running double。漂亮，最后一次加油啊 ！And yo， 走啊 ！Superman， 手伸直啊 ！Running Superman， 漂亮，最后一次加油 ！Running Superman，And back， 后住不动，漂亮。需要喝水吗？要。OK， 来下来吧，我们喝点水啊。哟，你都一身汗。对对对对，很正常。才上去，我这里被挡到了。你先按起来疼吗？现在好一些了。我刚刚瞬间觉得左胸右肺，我以为肋条折了。那不至于。嗯。好，我们可以继续了吗？我来吧，他再歇会儿吧。行，好，你们来。双手摸地板，双脚往后撤。对了，然后呢，尝试的 push up。对啊。好，手脚同时离地。你行吗？我在恢复，自我恢复。那他这自我恢复对吗？对的，放心吧，缓一缓吧，不要乱动，不要乱动哦。不要乱动，他一直在动。你放心吧，我有数，我对我的身体状况有数。重返战场，重返战场。你这是属于那种，就是功夫不行，先发制，声音先给唬住那种。手给我，保护你，没关系，你放心，我行的，我模仿能力非常强。好好好，一直都如此。就你这水平，确实可以跟杜淳是蛋绞肉丝。非要你的 be dangerous。抬抬跳不动，对了。对了对了对了，做到了啊，很棒很棒很棒，我们再来一次啊，准备。我现在已经知道了，左脚落地，哎，漂亮，对吧？这个好看，我小时候跳天鹅湖的。3、2、1，走 ，running。换个新的了，有点难度的，太简单了。
so easy。好的，加个难度，对你来说有点难哦。有点难。空中弯曲你的双腿，左脚落地。哎呀，太难，太简单了。漂亮 ，OK 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来，没问题啊。我现在已经知道了，来，你试一个。不来，我不来。你跟我学，来跟我学，来来，我是教练，来，预备，开始，往前。哎呀，你动作不标准，来，跟我学，走三步，来，好 ，nice， 来，哎，来一个，你还是演员的，来来来来黄来黄同学，来跟我学，来，五四三二，哦哦，哦，没平衡感，不是，哎，你看，你，呜呜，你看这多好。你自己都待不住，我演了要笑出来。来，你来这边，来我这边，你们两个朝中间飞啊！你们一起啊，面对面啊，注意优美啊！三二一，走，娘子，一二，冬泳，娘子，晚上吃什么？红烧肉，不要，我要吃红烧鱼，啊，行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你，我胖吗？不胖，你是最美的。今天是周四，今天晚上有网课哎，下午也有。三点前 ，the topic Chinese。哎呀，现在这学校的作业很难呢，像这种中文系的人的脸都已经做不出来了。看拼音写出生词，悲惨，愈合什么东西啊？伤口愈合，愈合什么？我想成的是一个名词，它其实是个动词。愈合也可以是一个名词，愈合了。愈合了是个名词吗？嗯。伤口愈合了，这不是个动词吗？愈合了。愈合是个动词。我考你个字儿吧，三点水一个来念什么呀？三点水一个来，念来呀、啊。那三点水一个去呢？念法呀。你以为我说去？哎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想那么弱智呢？我就想知道，我无语了。哎，这么低级的笑话都要来哄。妈，妈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好、啊。我给安迪打个电话。安迪，我和奶奶啊都在上面等你呢，赶紧上来好吗？说什么？安迪，爸爸曾经教过你，遇到任何的问题都用非常平和的语气来沟通，而不能以发脾气的模式来解决。我不想听到任何发脾气的呼吸以及说话。你怎么在我面前表现，还是像现在一样，还是马上换一种脾气，换一个脸色，你自己决定。奶奶不红啊。安迪，你们上电梯了吗？好嘞，好嘞。上来了。那上来了。他这种发脾气可不行。好，不得哄孩子，哄孩子。好，小孩子他呀，已经非常会思考了。他不能惯着。哎呀 ，Hello， 你没叫我呀？安迪。奶奶好想你，来来来来，我那乖乖呀、啊，还背着个小背包呢。来，过来来，抱抱，好了，好了，记住啊，如果要是继续下去的话，可是，那过来来，来来看，来安迪，安来，好了停，爸爸确确实实不想看到你这个样子了啊。你咋了你？啊，你怎么了？他从下边上来就这样。安迪，我告诉你好消息，你要不要听？要听吗？哎，我告诉你好消息，好不好？给我打开。来，你给你给儿子打开，你可以跟爸爸说说。来，坐过来。来，我听听看，怎么了？说吧。
好，千万别让我发火，你知道我发火的样子的。别哭了，我已经怒了啊！如果你再哭下去，爸爸把这个事定为无理取闹。爸爸要打电话了，我让你看着你的 iPad 送给路人。停，来，妈妈，妈妈，你不用过来。知道我快发火了，知道我发怒了，他可能在哭的过程当中才会听你说话，他只有把你的话听进去的时候，他才会分析有没有道理。现在想说还是现在不想说？这件事自己能不能消化掉？爸爸可以不了解，自己能消化就消化，消化不了的话跟爸爸说出来。说实话，就是那天他的排斥情绪，通过了解到是因为呢，那一天他的的确确就想放弃那天的网课。他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好朋友，悄悄地约好了，而且那个好朋友已经在来的路上了，所以他是极度的抗拒的。这是我所了解到他生气最厉害的一次。当我一摸他手的时候是冰凉，而且属于抽筋的状态。我认为再批评下去的话会出问题和状况，于是我就开始缓解。来，把手停停，不去想这个事儿了。来，放松，咱们先放松。来，过来，爸爸抱一下。来，抱一下，爸爸，抱抱抱，好，好吧，爸爸抱抱你，让你缓解一下情绪。咱什么都不想了，不提这件事了，好不好？来，爸爸爱你啊。哥哥为什么要那个哭呀？因为他不想过来。他为什么不敢过来？因为他不听话。他不听话不想过来。他上网课了吗？在那没有。没有上网课啊？对，没上。那你上了吗？我也没上。好了，结果老师来了是吧？对。好了，行。Hello， 艾伦，今天我教你几个简单的动作，好吧？第一个动作啊，蹲起，然后拿两个手腰间拍两下，拍两下，拍两下，拍这里，哎，对。然后我们最后摆个 pose， 好吧？比如说我们这样。这个不帅。那你觉得哪个帅？这样帅。哎，可以可以。蹲起，蹲起，拍拍 pose。我玩具呢？好。五六七，走。那又慢了他。下，宝宝，你动作把腿岔开。蹲起，蹲起，把腿分开。不行，太大了。手，手，还有，拍拍 pose 的时候蹲不蹲啊？要不要蹲？要蹲啊？蹲了吗？没有蹲。哎呦，你不要这么盯他这么严厉，你要不要喝口水好吧？别说，你喝口水，你渴了。不能喝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喝口水，喝口水。有点喝口水，喝口水。先不用，现在必须100%精力。你要喝口水啊。不行，别说话。好，重新来，再来四遍。只要你错一次，就重来四遍。重来四遍，重来四遍，不要慌，虽然乱了，不要慌，重新来，来，预备，开始，把腿分开，不行，太糊弄了，这样，直，直，拍，怎么拍？来，再来一遍，集中精神，老师该发脾气了，只要是合不上音乐，就不能喝水，重来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听跳挺好的，你这个小孩儿就不错了，他就四岁，你还踩点踩这么准，可能吗？这不挺好吗？这个老师啊，慢，再休息会儿，每一个小时，你这小累太累的话，连饭都没吃呢。把这个动作一定要知道，练不好动作的话，什么都不行，什么都没有。从现在开始来教你功夫，你有劲儿啊，你有劲儿啊。艾伦，你记住，只要你学会了。玩具好吃的任你选，集中精神跟老师学，加油！蹲起，蹲起，
拍拍 pose， 蹲起蹲起，拍拍 pose。注意力集中果然不一样了啊！蹲起蹲起，拍拍 pose， 蹲起蹲起，拍拍 pose。行了行了，听跳挺好。妈妈，你爸爸是不是让你练得太累了？哎哎哎，盛怡，你不要把他当成小孩子，你要这么着的话呀，他将来就一事无成。本来一家人好好的这个休息一下，你看你今天弄得鸡飞狗跳的，无穷无尽的各种学习班网课，三四岁的小孩，你说你脑子怎么想的？你给他报个这个街舞，你怎么不上天呢？我认为就是小孩要一定要多试多玩，然后他自己感没感兴趣，因为你家长也不知道。你这样的话会让艾伦从小就知道万事皆可糊弄，你要这么下去的话，艾伦非得让你给培养废了不行。你在家里上也不一样，在任何的一个地方要么就不上，上的话必须达到今天的效果。那他要崩溃了。不，别认为他们没有思想，小孩子已经非常有非常成熟的思想了。无论让他学什么我不反对，但是在学这个的过程当中必须拿出学习的态度和学习的样子来。慢慢就有态度了。没有，你真的了解一下，现在他们的同学都是要学几门。那你的意思说安迪就可以随波逐流？其他小朋友都这样，你在同样一个班里，你难道没有上进心吗？一个小孩子除了正常课堂之外，你又给他安排了十件事，他的压力哪来的？他为什么生起气来抽抽？妈，妈，你难过了？我就是心疼孩子。我说这，我说那这当然学习都是这么着呗。我说哥，你劝哥，我本心让人心疼。给我爸爸我妈心疼哭了。我以后的爸他在吗？你要跟你妈妈说这个事情，不要感觉好像是我一定要给他上课，他就没休息，他有休息时间。我就特别想从现在开始，我就全部取消，然后你看一下结果是什么。做什么事不是说不是南就是北，不是说黑就是白。那按照你的逻辑来说，你觉得怎么样是合适的呢？他的合适。那我把课程表发给你，你看一下。那你说哪节可以取消？我的天哪，放什么假？更忙。你要是孩子，你把你妈给你排出来，中年无休的这么一个东西，你是不是头大？我不头大呀，我小时候就这样啊。你要是你来做的话，你就会觉得怎么做？来，我把这个交给你，你来写一下。比如说啊，安迪，你觉得辛苦吗？现在安排这些课？有一点。有一点，好，那我们就试着取消一点，好不好？那就这样，咱们这个呢，先定三个月。第一，每天就给你补一种课，不补两种，因为补两种的话你也接受不了，也消化不了，没有用。语文和数学是常态化，必须要达标。架子鼓、高尔夫、钢琴、编程、围棋这些，爸爸找专业的老师来考察你。如果老师觉得你确实有天赋，确实不错，这个项目就留下来。如果不行的话，爸爸就直接给你取消掉，好不好？那你就用点心，打出成绩来，好不？那就这么定，好不好呀？好吧，妈给他减了好多。好好好，负担轻一点。主要他又要玩，他这一点时玩的时间没有。好，一切都是新开始。我期望他们是要心理健康的，然后有一定的学习能力的这样的孩子，这是我的一个期望吧。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比有几个特长更重要，但圣依说必须有特长，这是我们俩的。